这几日，您可有见到什么外人进出白水园吗？那可不少呢。之前救援的翻新，请了好些工匠呢。那个郭景附近也有什么工匠吗？哪儿偏僻，倒是少有人去。哎，你这是什么？哦，之前夫人不是腹泻吗？郎中过来开过药，这是药渣。 是腹泻的药，啊？怎么会有解剧毒的西江草呢？寻常人很难分辨，若不是像我们这样干了好几十年矿工的人，谁又能分得清楚呢？那个郎中在何处配药？就在枯井旁的偏厅。是他？什么是他？翡翠绿有毒的事鲜有人知，但他却能直接开了解毒的方子，看来他一定是知道矿洞的情况。哦，这个白色鹅卵石。 就是他身披药是丢下金口做记号的，丽儿，赶紧把新人染了。是你给我看病的郎中？晚了。